今日朱点一齐嚟，朱朱好想移民嘅黄师。喺黄师眼中，香港冇民主自由系人间地狱，人人都想走去伟大嘅民主国度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等等。黄师以为全世界同佢哋嘅谂法一模一样，个个想移民，点知就俾黄营嘅民调刮到啪啪声。话说民主党电话抽样访问咗534名市民，问下佢哋对香港有咩感觉。调查发现，虽然近六成人唔拉企喺香港生活，但高达78%嘅人过去一年冇谂过移民。咦，黄人咪话香港衰到冇人有嘅？点解调查发现大部分人都唔想走？知唔系大把报告讲过，有啲黄师移民英国后嘅黑暗日子，工又搵唔到，屋又租唔到，钱又用到七七八八，瞓街等救济，阴功到极。咁多悲剧摆喺眼前，黄师在猪兜都要停一停，谂一谂啦，系咪？有网民耻笑近九成人唔中意翻工，但冇谂过辞职，真系一句讲出真相。黄师明明好想走，但又冇能力走，点打算移民？你个死人头民主党，仲要问埋啲低 B 问题，知唔知乜嘢叫崩口人既崩口碗啫？